我宣布电视剧《斗嘴》正式开机。开机大吉！方法一定比困难多。欢迎来到方程。这会儿大家是不是吃杀青宴呢？我可能这会儿不在啊，那我就先替大家吃一口啊。亲爱的兄弟姐妹、亲朋好友们，我们经历了100天的努力工作，辛苦，从冷到热，从热到冷啊，我们开始慢慢的熟悉，慢慢的互相了解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哎，杀青来临了。B组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，然后我们的化妆师们经常早上很早很早就出发了，包括现场的工作人员，每一个都相处得很融洽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工作人员，你们辛苦了。感谢这100天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这部剧的辛勤的付出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，谢谢大家的努力付出。怎么说呢？
不舍吧。每一个部门，所有的演员包括在内，我都感谢大家。感谢我们能在这个我们的生命中一起度过了这么100天，然后一起相处得很好，非常愉快。希望以后还能跟大家再次合作。祝大家杀青快乐，翻风顺，我们江湖再见。希望你们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每一天。都随地，大火大满，杀青大吉，杀青快乐。杀青大吉，祝我们江湖永远再见。祝所有人杀青快乐啊！希望每天都能变得更好。江湖再见。哎，你们，哎。